前无线电视艺人刘卓琪早前因为知识产权问题和咨询的律师发生纠纷，由高人变成被告，更加被该律师刘发出禁制令，禁止他公开和律师的对话内容。最后就因为对方在业内人面广而找不到代表律师，这日就只能够自己代表自己来到高等法院进行闭门聆讯了。事件前绕多月都还未得到个结果，但是刘卓琪的情绪病情就先恶化了。人格障碍症是个脑部分泌有点，那我一路都在看医生吃药，但是令到个病情加得很重。我真的有想过我不需要去到 天台炸跳下来，跟着先有业务律师做我代表呢。我其实由今年二月开始我哭，我今天我其实你看我很多时候我采访我尽量都不在我的家里，但我真的去到我很想跟大家说你可不可以帮下我呢，是不是去到这样，你们觉得集体起不应该，我不要说寡不打算，我经历了这么多东西我都很坚强，你们是不是都可以欣赏下我这样的，是不是真的要扮弱者才有人能帮。咁而家你嗰個費用係係咪都要好多？我唔知啊，因為我已經俾咗好多律師錢。係咯，而家又冇律師啦。不如我問下你哋邊個傳媒可以幫我去網上籌款請大狀元啦？佢成間law firm咁大，有幾廿個律師，我一個女仔點樣冚佢呢？但我又唔夠資格申請仲legal aid喎，因為我又唔想講大話。我其實都很屈的，我信了他，我都講了我很多私人給他，但是我講得出的東西要公開咯，沒所謂，為什麼要不承認自己的錯，繼續去掩飾再掩飾再掩飾。